妈妈说要穿长裤，长裤，然后正式。OK，妈妈说她的朋友蛮辣的，应该这样子会比较好。OK，快11点，阿姨应该会来了。不知道阿姨的个性怎么样。妈妈说要仪式感。妈妈说阿姨11点来。妈妈说要准备一些蔬果。怎么办？好紧张啊！一定要洗干净，一定要洗干净。妈妈说姐妹团有10个人，10个人，其实蛮多的。还有什么呢？对，妈妈说要摆盘子，差点忘记。慢慢摆，慢慢摆。最重要的是要洗手。要跟阿姨说，姐进门前先洗手，会不会不礼貌？那我应该怎么跟阿姨说？阿姨，不好意思，进来的时候可能要请你们先洗手。不好意思，进来请先洗手，那会不会不礼貌？买菜，对啊，你一个人在啊？哦，对对，我自己在家里，对啊。哎妈，哎阿姨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明珠阿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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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雅珍阿姨，雅珍阿姨，雅珍，有人来，有人来。阿姨好，阿姨，阿姨好，阿姨好。瘦啊？对啊，那对，最近没有啦，就人家是最佳 model 哎，没有啦。红色的答案，Kelly 啊，你把它太大块了，太大块了，这么小，接的吗？这是你接的吗？这你切的吗？你嘴巴这么小，真的，真的，那我就切小一点。对啊，谢谢。那阿姨好会打扮哦，有人来了，又好朋友来了，哎，又来帮我们拍到这么美的，哇，若雨今天可忙了。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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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姨妈喝什么？可以帮我们倒杯咖啡吗？好啊好啊，阿姨想要喝茶，喝茶，我也要红酒，好，谢谢，我要咖啡，咖啡，不加牛奶，嗯，不加奶，我是丸子姐姐，丸子姐姐好，好，你要喝茶。我们家都有花草茶，我没有很会泡茶，但是昨天看妈妈泡了一下，对，我试试看，上等茶叶。那阿姨要浓一点啊，淡一点。明珠啊。来了，赶快问一下，他是怎么跟媳妇相处？而且我觉得他做得很开心。他每次朋友来哈，他是什么都弄得好好的。对，什么下酒菜，我动作超快的。我跟你讲，他一定不相信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上个礼拜到台中去，我就买一个榴莲，这么好吃，我就一直吃到哦，回来一直想呢，想了好几天，我心里在想而已哦。我媳妇就买一个榴莲帮我放冰箱，妈妈我又帮你买榴莲。哎呦，你是我肚子里面的虫虫哦，你怎么知道我在想榴莲？你看，不用讲就有榴莲可以吃了。他不会剥橘子，他说他们家橘子都他媳妇剥的。那你给我剥。阿姨家的媳妇都很优秀，很乖，没有，有时候很乖，很乖，很听话，对啊，就是，而且家里又弄得很好。坐下来陪我们喝一杯吧。好啊，好啊。若雨，你坐下来，我们敬你。谢谢你，那你这么忙哦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母亲节快乐！母亲节快乐！谢谢阿姨，母亲节快乐！三个儿子啊，三个儿子，所以你以后也是三个媳妇。对对对。妈妈打电话来，我去接一下。